比我想象多很多人，我以为这里超50个人就会太多。对啊，人比我想象的都好多。记得等一下可以去看一些这些店。我们的贝斯手很可怜，他昨天急性肠胃炎，到今天早上还在吐，请大家给他一点热力的掌声。贝斯手还是贝斯手为了我们，然后很想哭吧。快品味。